如果我猜的没错，那件东西就埋在金字塔里。准备好就出发吧，祝你好运。等我的好消息吧。一些金币，好像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。金字塔内竟然有这种怪物，这一趟果然危机四伏。门打开了，什么声音？不好，有陷阱！刚才真是危险，无人机都摔坏了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修好。那边有其他探险队丢在这的东西，也许能派得上用场。哦，感觉好多了，看来回去是不可能了，只能继续往前走了。怪物变得越来越多了。前面只有一个幽暗的隧道，幸好我准备了荧光棒，刚好派上用场。
想不到这深处竟然还有一个房间。这里只有一扇门，门上好像有东西。这里只有一些普通的财宝，那边的大门上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想不到一开始捡到的宝石竟然是开启这里的钥匙。这个大厅太安静了，感觉有什么事要发。这东西放在这种地方，真是奇怪。不好，山洞要塌了！这里应该就是阿龙车行了。你就是印第安纳中斯先生说的朋友吧？他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你回来了，印第安纳琼斯先生让我转告你，他在外贸仓库的话。我已经准备好出发了，事不宜迟，等你准备好。抓住他们！小心，他们追上来了。坐稳了。我来解决掉他。终于搞定了。
们此行的目的，先试试看能不能从当地人口。我只是普通的商人，我哪知道怎么进入金字塔？哎，倒是我这有一张藏宝图，不知道你……这里太狭窄了，不适合启动无人机，还是换个地方吧。有些堆积的木箱子，过去看看有什么东西。看来只是一些普通的无人机，有发现了。看定位，应该是在那。也就是说，这我本来啊是和藤蔓一起探险，被这些毒虫拦住了路，和藤蔓也走散了。哎，你能帮我清理掉这些毒虫吗？见过我的同伴吗？太好了，我还以为他遇到了什么危险，真是谢谢你。前面就是你要找的金字塔升降机，只是上面被……这里就是金字塔的入口了。